为什么这么做？这天下活运竟然掌握在一介商贾手中。我踏遍大汉朝的山川湖海是所谓何事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赚银子。这说出去是不是一个笑话？微臣绝对有造就的人手艺。月老啊月老，还请您指点一下。不了这么多。夜月一帘幽梦，春风十里柔情。小姐，听说宫里传来口谕，诏曰：斯文苏城陆家嫡女，那本王就拭目以待。朕愿承佳人之美，特许陆家嫡女嫁以庆王，为庆王妃。你们两个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谊？我与他并无真情。最好与其盼望着相见，我更盼望着小九还是不见为好。答应我，等我回来。说话算话，我等你。殿下，眼前明明是康庄大路，殿下为何要将路走窄？我是告诉过你，不要轻举妄动。这世间无辜之人何其多，自然是要有人牺牲。为什么这么做？那我呢？我一直都在骗你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是我一开始就不该，请陛下不要太信你。朕是你的夫君，答应我，等我回来。白玉溪影落之间，问天下寻常人家团圆。好好想想陆家上下老小，别忘了。人间月，聚合散我袖上烟。此生一曲终了，随西风送我远。白玉溪影落之间。小时候娘告诉我，凤仙花红染在手上轻易不褪，就是遇到了真命天子。下他也不在，苍南的花不会再开。